知道是来劫法场的，就不知道终于中了。你们就在这些人里面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敢不敢出来。只要你们一现身，就算你们轻功再好，也休想逃出我两个狙击手的视线。那时候。 要是不守规矩，就枪毙谁。都听清楚了吧？别啰嗦了，快开始吧！就是。最后一条规则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每一个人只准比一次，不管是输是赢，就只准比一次。好了，现在我宣布，比武正式开始。 请日本武士上台。现在该轮到中国人上场了，谁打这第一场呢？我。 我打第一场，没事，放心。没事。别去了，闺女，你不能去。他就是绣花针。 我们的大英雄廖天生，好，他就是绣花针，好样的，绣花针，好样的，看我怎么收拾这帮小鬼子！哟，小鬼子长得还挺俊，你就等死吧！哼。
就怕等100年，你也等不到啊。怎么就知道呆子似的直瞪眼？你到底打不打？不打就滚下去，换个敢打的上来。不必多礼，等打完了再跪也不迟啊。娘！鬼子功夫可以，就是脚好臭哦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！哎呀！想要老娘的命啊，没门脏啊！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刚刚踩了狗屎，忘了擦了。打得好，打得好，踢得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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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打，打他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！快回去治伤吧，不知好歹的东西。我宣布，第一场，中国人胜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，人胜了，人胜了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，人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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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胜
获胜者。接着打，入座。好样的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，够汉奸。好样的，好样的，秀恩爱，好样的，好样的。这就是鬼子留下四位大侠的办法。我们有很多狙击手，连队长请不用害怕。笨蛋，你指望的人早就见阎王了。第二场比武马上开始，中国人谁来应战？谁呀？谁呀？我。兄弟，他是不是铁头侠？大侠，你可是鬼魂，他不肯说话，肯定是鬼魂。鬼魂是鬼子叫的，他是神差，他是神仙差来杀鬼子的。好。来人，请自报姓名。你神经病呀！不说话的就是神差铁柱。好，第二场比武开始。请。
我宣布，第二场，中国人胜。想要报仇的话，也不用这么急吧。等比武之后，我等着你。希望你也会好。只要你挡我的路，我就一定会杀了你。好，我等着你。都下去，继续比武。山木，你为什么不下命令打死他？连队长，请息怒。他们还有两个人没有露面，等他们全部上台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哼！第三场比武开始。来的中国人，报上姓名。你不是中国人，你是哪个窝的？是啊，你是哪个窝的？李翔，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们，吓死他们。宋无娇，不是，你是女侠宋无娇。对，叫女侠也好，鬼子听了尿裤子了。宋无娇。来吧，看看你的下水是不是铁打的。
吵什么吵？第三场，中国人上。女性好，还有两场比赛，马上开始。不是告诉我的不让你来吗？我想来就来，谁也拦不来。我不是想拦着你，你看不出这阵势，他们是想把咱们搓堆给杀了。要不信的话，待会儿打完了，你看他放风走了。你现在就可以走。我。自报姓名。杜大鹏。杜大鹏，他就是铁头侠杜大鹏。铁头侠杜大鹏，铁头侠杜大鹏，铁头侠杜大鹏。好，铁头侠请。杜大鹏请。咱们是不是胜得太容易了？那是小鬼子无能。那也太无能了。来都来了，想那么多干嘛？呀！小鬼子，快下去吧，你不是他对手，待会儿骨头都被他敲碎了。呀！铁头侠，别耍猴了，跟小鬼子不用客气。第四场，中国人胜。山木，你这不是自取其辱吗？只有这样，才可以留住他们。咱们的杀手锏还在后面呢。高岛正一，嘿，找个武士把渡边武夫换下来。为什么？这可是最后一仗了，我们去。现在是最后一场比武，还有人敢上来吗？有。营长是想和他们在一起啊。
侠，只要听到枪声一响，就请你们马上离开。我们走了那几个中国军人怎么办？听他的没错，小鬼子拦不住咱们。他在试探鬼子的实力，有啥可试探的？打死他就行了。这就是他不同于咱们的地方。这是个善于用脑的人，如此善于思考的人，怎么也会往我口袋里钻？莫非他有闯出去的把握？不，不可能。把你们几个凑在一起可真不容易呀。但你还是做到了。也许你阻止过他们，但是他们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这你应该料到的。所以我也站在这儿了。你以为你们几个还可以活着出去？那就试试看。你还想试？没准儿我就能拧下你的脑袋。我的机枪和狙击手可不会让你这么做。你真的以为还有机枪和狙击手吗？
怎么了？不对，以王无风的身手，都已经打进大本营了，岂能不打进房去？莫非是连队长为了让我增援，夸大了事态？我们的部队根本围不住他们，没有空。狗日的，是。
听我的安排。你废物，药库丢了，谁也别想活命。小鬼子！
石通，接导线。是。兄弟，咱走，走，走！
恩怨今天可以结束了。